第34题，若将甲乙两导体并联后，连接3伏特的电源，则总电流应为多少安培？我们晓得并联的时候，总电压跟分电压相同，所以甲乙两导体并连接3伏特，每个导体的电压都是3伏特。所以从图上看来，甲导体如果接3伏特，它所产生的电流是0.13安培。而我们的乙导体如果接3伏特，我们产生的电流呢是0.3安培。那么这两个是并联的，那并联的时候，总电流就等于分电流相加。甲导体有0.13安培，乙导体有0.3安培，所以加起来就是0.43安培。所以我们的总电流是0.43安培。第34题问我们说，则等电流应为多少安培？我们答案选的是铢，0.43安培。